透肤洋装，里面会送你，所以我里面有穿着透肤洋装，外面再罩着一个蕾丝喇叭袖双衣，还附了你一条绑带。好，没绑带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宽宽的感觉。我觉得孕妈咪也可以穿，里面是送这件哦，有粉跟黑弹力的，其实绑起来我觉得也很好看，而且它是大家最喜欢的大喇叭袖子。然后呢，它是亲肤不刺痒的一个蕾丝的部分，然后后背也是小心机，它是一个后一杠的一个比较修身，然后比较小性感的感觉。然后呢，长度的话，如果你是再高的啊，我建议里面你可以穿一个小短裤，因为妞妞161公分，我觉得刚好，它里面有附一件那个小衬衣，在这边整件洋装送给大家的。我跟你讲哦，刚刚有讲里面那件可以当性感睡衣，外面这件就像你们讲的，去海边啊，去哪边可以搭。然后粉红色，我个人也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鲜美。仙气十足。那就像我讲的，如果肉肉比较多，你可能要考虑腋下的问题哦，因为腋下我觉得在可能大尺寸的部分会比较不适合，所以你们自己斟酌一下。我觉得还是就是小 L 以下，甚至到 M 号比较会合适。